家好像都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可是，怎么没有见到英子小姐？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英子大人，您那身衣服到底是？这件衣服，英子小姐，这是末代圣徒会会长留下的尤斯蒂娜圣徒会的礼装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觉悟，斩断延续至今的憎恶，重新。英子小姐，说，这就是你的觉悟？你的觉悟就是这身性感的衣服，这就是姐妹会要传承的圣徒会的意志吗？也就是说，以后要让所有的姐妹都穿这么性感的衣服吗？真的吗？那种绝对不行。什么？不是啊，你说什么呢？要穿上这件危险的高叉紧身连体衣，一定需要巨大的勇气吧？布料面积少得不合理，每走一步都会担心前后走过。这就是英子小姐的觉悟吗？那个，英子小姐，请你实话实说，我现在真的非常好奇，请问里面有内衣吗？不对，仔细想想，从物理角度上来说，应该是穿不了的吧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也就是说，英子小姐只穿着一条大一点的内裤就出现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请宽恕我们的罪过，从罪恶中拯救我们。啊，我浦和花子，没想到会在如此伟大的意志面前，再次体会到自身的不足。好的，既然如此，就算还不够，但我也得展现出相应的觉悟才行。这样一来，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。准备就绪。那么，现在开始攻略第四圣所。就这么开始了吗？真的吗？